气，不行，我要先吹我的毛。来新疆的蚊子，为什么我忙到这么晚呢？吹一下，先吹一下毛毛，这是你知道的安安安安啊，晚上好啊！哇，我本来今天要，我现在很慌乱。我本来今天要开个7月3号1周年的台台，跟大家聊聊天。本来是这么想的啦，但是，那个，女人你剩7分钟，我感受到了那个，因为我一样，嘎嘎不就晚上好，我1周年，结果我剩7分钟才开台，凉凉早安，我现在1周年，然后我现在才开台，我真的很抱歉各位，1周年快乐耶！感谢凉凉，哇！我等一下要秀一下凉凉，凉凉委托着楚楚，真的很感谢你给我1周年的楚楚，呵呵，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不是从来没有收到那个贺图吗？哇，开心！等下这个字体好扯，毛毛是谁？干嘛吹毛毛？不是啦。不是吹，不是那个毛毛啦，毛毛不是人呐、啊。那越解释越怪，我刚刚洗澡啦，我刚好不容易，我忙完了，我就想着我来洗个澡。娘，对，没错，我刚在洗澡澡。哎呀，我就想说先开一下，等一下字好大，我就想说我先开一下那个读取的页面。先开一下，因为我好像我应该吹完之后，那个我们的1周年时间就结束了，就已经哇哇啾啾，那个就已经超过12点，就像大家说的，我感觉弄一弄就超过12点了。哦，我就是这么雷，真的很抱歉。感谢小丑鱼的订阅，第四个月了。感谢感谢，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大家这1年的照顾，谢谢你们爱我，真是开心。但是我今天依然的很累，我今天 我今天那个，哦，剩5分钟我才开。感谢，这是你知道的镇定啊！感谢你，哇，真的是我的宝，你知道的，你是我的宝。大宝宝，大宝贝，从今天起你在这里就是我大哥了，你是我大哥，感谢100个小气点完，太感恩了，谢谢你们大家这么爱我，我居然能活过1年呢，我好开心哦，人家不是都说 V 的存活时间呀，好多图，好可爱，我也要。鱼头我也要，你要开这台车，你要开这台车是要怎么开？这开得起来吗？1周年快乐，先给，等一下回来。好的啊，感谢100个小起点哇，居然先给，这车开得起来吗？其实我的台也没有开过车。啊，感谢镇定哦，开了。那你直接开起车，太感恩了，太感恩了！等下这开车是就突然就很突然开车了吗？太感恩你们开车了，这个车我自己可以开吗？你真的是第一次。在我的台第一次被开车，平常都是我自己口嗨开车，哇！居然有人，
有人帮我开车，车人们，太快乐了吧！请开车，车我，车我啊！对，这是赚了几个？这是赚了几个订阅？哇！这就是50个订阅吗？那你，你可能不知道这几个订阅啊？啊？看发生什么事情？那你怎么这么好？感谢，这是你知道的镇定啊！啊，太好了吧，好扯哦！耶！1周年快乐！我会努力活下去的，我会努力让我的台活下去。突然那个目标达标哎！哦哇哦哇哦哇哦！太狠了，你是狠人！哇，真的是，好吧，我们还可以再努力个几个月，努力活下去。我刚本来要说，人家都说那个 V 都会存活不到10个月吧，哇！突然间又可以活下去了吗？我们好不容易过了1周年大关，太狠了，大哥！感谢你的阵地，感谢这是你知道的阵地，耶耶！可以再多活多一段时间，然后再继续开大家车车，你开我车车，我还回你车车。我也可以用嘴巴开车车，我最会用嘴巴。哇，明年不见不散。好的，好的，我努力，我尽量，我尽量好吗？那个，因为我今年可能真的得工作了。啊，我也很怕耶，我不想要就是那样。多了好多饮料钱，没错耶，开心。我又可以买更多凤梨清茶了，好快乐！哦，晚上好，莎莎晚上好，佩克晚上好，娜娜晚上好，哇，上车上车，梦晚上好，大家都上车，哇，感谢大家的爱，真的是感谢大家的爱，我会尽快把我的这叫什么3.0的皮画好，谢谢各位。弗雷德晚上好，晚上好啊。我现在到底是开哪个麦啊？近距离吗？哦啊，我本来要去吹毛毛，突然被车一下，来不及啊。耶呀，拉拉将继续使用订阅啊。感谢拉拉继续订阅了，太感恩大家了。今天突然很多很多订阅，突然达标。感谢 ISAACV93 的关注啊！晚上好啊，晚上好，晚上好。啊，我刚刚有没有感谢梦的100个小起点啊？太感恩了，啊啊。优哥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哦，这个订阅声一直跑出来。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订阅其实我换的图像？因为上次有人跟我说那个订阅厅看起来很，那个图看起来很哑巴，看起来就是一个啊不要订阅我的那种图，所以我就换了订阅的图了。我们看看这个左上可以吧？这个订阅图可以吧？很香吧？应该是蛮香的吧，那个订阅图。可以吧？还是你们会觉得不行？那我就要再画新的了，我就要再更新我的版面。那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页面是有音乐的吗？我有在放音乐吗？没有，有没有？满满的是你的就可以啊。对，这是我的奶子啊，可以的吧？其实他有以前的图了，我可以啊。我们今天可以先聊天，先来飞一下。哦，有学到太飞的精髓吗？你说很 Q 弹的部分吗？很 QQQQ 弹。感谢59的订阅，第二个月了，感谢感谢，太爱你们了，就爱你们。
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哦，我今天有收到凉凉的那个一周年 Happy Happy， 图奇觉得可以，应该就没问题。获得了等级八的发烧列车表情符号。哦，嘟嘟这个吗？啊，嘟嘟好可爱。哦，啊，我看看哦，我要分享图图啦，我要分享图图啦。我现在找一下图图。你们要看左上角这个订阅的奶子的原图吗？那其实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好像是去年吧，去年去夏天吗？秋天去冲浪的时候发的一个我这段时间不会开台的一个图。啊，就想说那时候要跟大家很久没见，我就画了这张奶奶图。看一下。哦，我先把周年快乐，哇西，飞走，好大！今天收到了凉凉的周年快乐图。哦，不对，我们就直接在这个龙底的页面聊起来了吗？我本来要去吹毛毛的，嘟嘟嘟嘟，大家一起嘟嘟嘟，嘟嘟嘟。邱俊伟，晚上好，你刚下班回到家。我们刚开那个发超列车了，太快了！今天一周年，哇，开台一年了，好扯哦，怎么活这么久？我本来以为我只是开心晃晃，没想到开台开上瘾了，太快乐了！太妃晚上好，太妃晚上好。哇，我要找我左上角那个订阅的那个奶奶的原图给你们看了。然后我放上了，我就要去吹一下我的毛毛了。那、啊、我想要去吹毛毛的，我的毛毛。等下，怎么有奇怪的声音在我的背景音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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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啊！来看看我的奶奶图。嗯，在哪里呢？它在哪里？左上角订阅图其实是我很久以前画的图，但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哪了。然后右边是凉凉这次一周年委托的图，开心。哎，我真的没想到我一周年有人会送我贺图，太开心了！我爱你们。黎明晚上好，耶、yeah, ！我开台一周年了呢，开了一年了。其实我本来的目标是要成为建模师爸爸啦，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撸到现在了，就很出来，就到现在啦。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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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嗯嗯，我的毛毛还没吹，我要先去哦，我怎么找不到这张图啊？发生什么事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你们会介意我去吹个毛毛十分钟？吹一下我的毛毛。哎呀，哦，已经时间到了，一周年哦，我们的一周年时间哦，五分钟。哇，现在十二点呢，我怎么这样啊？我是大坏蛋。是有人这样庆祝一周年的吗？就赶在最后的时间冒出来了，安，谢谢各位。我最近真的有点太忙了，最近很多事情很忙，然后又要办展览，然后又要赶一些东东，呜呜呜，太多事了。
最近花比较少时间在这里，跟姑的生日一起。啊，姑姑今天生日啊？太刚好了吧？我是七月三号欸，香菇生日是七月三号吗？还是七月四号？啊 ，biu biu biu， 我看一下，其实我的台现在被转到姑姑台了，但是他关台了，呜呜，所以他是七月三号，七月四号啊，我是七月三号，我只是我只是那个，我七月三号一周年后，我只是那个在七月四号前的五分钟才开台，哎呀。那个，最近比较忙。我本来一直以为我可以一周年的时候换3.0的皮，但是没有时间做，太难过了啦！哎呀，这是慈木吗？慈木，你的名字我都快忘记了，是慈木吧？我听一下 Google。Ibrasi。Ibrasi 是慈木吧？Ibras。哇，小丑鱼，辛苦了，我在努力，我正在努力，我在努力让自己可以当个可以活下去的好阔鱼。慈母，你被我点名了，太久没来了。Selfish man 啊，是小打砖小哥哥，打砖的帅帅小哥哥，晚上好。再说错话就自编一年吗？慈母，你有说错话吗？我之前是编你编很久吗？你应该在我台上要说错话很难吧？应该是不容易的吧？你要在我的台上说错话是非常难的耶。自编一分钟吗？安安林林安安，不是我这毛毛。好像目前还没有要吹，一周年快乐啊！帮你感谢揪团，晚上好。我的一周年在他快要结束的5分钟前开启了，而且刚刚那个，这是你知道的很火速的，给我开了一个发烧列车，超火速的。这是个狠人，这个真的男人真狠，我就喜欢你这么狠，就喜欢你这么霸道。Elaine，晚上好，逐日晚上好，范麒麟晚上好，枫叶合并就亏台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啊，子墨？你要常跟我说话啊。要让我 ban 你是很难的事情啊！我这里很难说错话，你知道吗？我的 range 很大的，除非你说我是个平路哦，我就可恶！你怎么知道？哎，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的，露台 ban 的没有啦，露台一定是跟你开玩笑的。恭喜一周年，感谢你们爱我爱这么久，你得到了，李密哇！你有转跟那个订阅，刚刚那个这是你知道的，直接镇定了，这是镇定几个啊？50个，太狠了，最狠的男人，就喜欢你们这么狠。好奇我是什么星座？我是天蝎座的，生日在十一月几号啊？是天蝎啦，是蝎子啦。我是个可爱的小蝎蝎，都是紫色的，可以吧？仇杀吗？那个绝对是相爱相杀，为了爱，所以跟你们相爱相杀啦。没事的啦，慈母。Q 一什么平？你敢再说一次平啊？Q 一。我们这么熟，你一说我平，可恶！米主播一周年快乐，感谢高高的高高，高高晚上好！哇，大家都来了，蝎子但是海阔鱼，
没有，我的设定就是海阔鱼啊，我设定就是海阔鱼啊。但是我的星座，我出生在，这我为什么要在11月呢？因为是世界哈罗日，我的生日是世界哈罗日的时候，我就是你是在哈罗，所以生日就在那时候，世界哈罗日。对，因为我整个人就是在 Hello。真的，我之前就是大专认识到了大家，真的太开心了。大专的各位真的很棒的，一个和平的小圈圈。依 恋觉得问号是在 Hello，对，没错，我就11月21吧，11月。我看一看我的推特有写我自己的生日11月21，没错，世界哈罗日啊，都忘记自己的生日，就跟我今天明明是1周年，还这么晚开一样，就是这么随性。而且我还是前几天那个上礼拜吧，上礼拜在看后台的时候才发现，哦哇，我开了1年嘞，而且它其实是从你成为实况盟友开始算起的1年。其实我在成为实况盟友之前，好像花了1个月吧，花了1个月才成为实况盟友吧。我那时候都在到处乱开，哎，就是那时候还是个温柔系大姐姐吗？应该吧，我有温柔过吗？那个这里有没有刚跟我台的各位啊？有没有早期老观众啊？那时候的我很温柔吧？昨天不是昨天啦，不是昨天啦，一定是上礼拜发现的吧？哦，那个很多时候都是昨天发现的事情，但这个应该不是昨天啦。哇，那个凉凉的那个贺图也是很急忙的去委托了，哦，真的是太感谢了，真的是爱你们。哎呀，我来看看。哎，我不是，哎，我现在没有放任何的背景音，是不是啊？我现在没有背景音啊。然后你们就听我的声音，然后在边，就会听到我的啊，不是不就不不不按错了，这个音乐好大声。哎呀，你们就听我在边 ASMR 吗？另类的 ASMR 吗？还是我不要放背景音，我们就这样讲话，我们就这样讲话。我们就这样讲话好了啦，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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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次不这样讲话？你们就听我在边，然后又在，你是白羊座的，可以的啦，可以。突然跟我说你是白羊，怎么白羊跟蝎子是不是关系不好，还是关系非常好？要娶我了吗？要养我了吗？好色哦，转过来就看到这张，哎，我很喜欢这张哎，我真的很喜欢哎，真的太感谢你了，超可爱的，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有人画我的图哎，太棒了吧，第一次啊，等一下这个，我这个页面是有设定上的失误是不是？大里浪的还有2个点，哇，美美的，妮妮酱晚上好。今天是收到凉凉给我的贺图，1周年的贺图啊，开心！所以我现在就一开台我就先放上来，先放上来，先秀一下。航太晚上好，航太，你这个小丑是什么意思？图奇粉色小丑，我吗？图 奇粉色小丑，订阅图更色，没错，订阅图很色。小爱晚上好，晚上好吗？下次再会哇！感谢你，下次可能就是，我画了3.0的皮之后，做好3.0的皮之后的事情了，可能吧，不然就是我又拖到很晚，然后就变成生日了，生日11月21，小丑谁？哦，他们说我是图奇粉色小丑，我号称粉色小丑啦，呜呜。
好啦，确实啊，一个训炮系，训炮又爆炎，我也没有自称我是训炮啊，呜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玩游戏都是这么训啊，就是很训啊，怎么办？这个我也没办法，会被说是紫色那个粉色小丑，哎，我也无法否认了，不行啊，我本来要把那个电源图的图找给你们看。之前画的图，但是我找不到啊，我找不到啊，我怎么会找不到啊？哇哇哇！哎，我们今天你回来了也到家，多玩方块练脑力啊！这不是脑力不脑力的问题啊，这叫手残的问题啊！哎，我们今天一周年，要不要来看看你？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你们知道我这个脾气是 2.0 吗？我有 1.0 的脾耶。我开台两个月，那时候是 1.0 的脾，然后第三个月我就换了这张脾。啊，麦克大叔晚上好，恭喜一周年加一天。哎，对，因为我刚刚一周年开在前五分钟啊。李柳晚上好啊，真的是一周年啊，好快，是不是也该听一下早午晚安？等一下，我们要一周年，我们要回顾我们这一年干了什么事情吗？难道这就是我们这次的一周年企划？哦，你们要现场啊，你们要现场让我自爆吗？等下这么狠的吗？看米西亚玩方块虐烂人，你就觉得还是看别人玩就好了啊？玩方块虐烂人的部分嘛，那也是很难的。就是我其实也虐不烂人家了，我好烂。我没有到很强啊，真的，在座的各位，在座这么多砖块好手啊，砖块好手们是鬼吧？不是开车开车再开车吗？哎、欸，没有哎、欸，我早期可是温柔系大姐姐好吗？平常都在爆炎了，没事，不是那个我不是我，那个。太羞耻了吧！你们真的要我开我自己的 YT 哦？哦、oh, ，可以，等一下，我先，我先那个，吹个毛好不好？让我吹个毛。哎、欸，对了，我明天早上9:30会开台，还好你看的时候不温柔了，哦、oh, ，就喜欢我这样不温柔的样子吗？就喜欢我现在这种不温柔的样子吗？哎，我看到我这里有一张图很可爱。哦？哦？哦？这张是还没画完的图。其实我把我的图拿去丢给 AI 画，然后我发现他画的比我好，我就很难过。这是 AI 弄我的底图画出来的。啊。就是画不赢啊，但是这里还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哦，可爱。可是 AI 把我的图改到有点粉，胸部是不是越来越大？看起来是哎、欸，他看起来是要我长大、欸。你看我现在都不敢露我的奶奶了，你看哦，等一下不敢露了，好大。这隔壁这两张都比我大哎、欸，怎么办？等一下，我刚娘，我画面去哪了？发生了什么事？还没吹毛毛，确实，这右边这张，右边这两个都比我大，怎么会这样？我没救了。哎、啊，可是我们可以等一下看一下以前的，快干了吧？哦，老了，要干了。阿爸阿爸晚上好，我刚刚有没有跟你打招呼？阿爸爸，啊，真的是快干了，先把它收起来。我还没有吹我的毛毛啦，对我还没有吹耶，我要怎么？我居然不会吹毛毛，我要把
总之晚上好，感谢纠团，感谢纠团呢、啊，感谢米亚哈，米亚哈，米亚哈的晚，不是的，米亚哈的关注，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感谢蕾蕾脂肪组织啊，太太辛苦了，音乐太大声，什么音乐？我啊，等一下，等一下，我开了什么音乐啊？这个吗？这个吗？啊 fuck！ 原来我开到音乐了吗？对啊啊！你们要早说嘛，早说嘛！我不小心开到那个音乐，早说嘛！我不小心开到音乐了啦！拍死了，拍死了！你们还是单纯听我声音就好了。我打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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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推荐啊！米亚哈，哎，米亚哈的名字太可爱了吧，我还蛮喜欢的。米亚哈，听起来真是一个很可爱的声音。啊，感谢雅姿的纠团，晚上好，雅姿，雅姿，雅姿，晚上好啊，开台辛苦啦，啦啦，你大爷，不是我这个，我这个。不是我这个待机画面其实有点障碍的哦，为什么我这个一周年会这个鬼样子哦，不是诶，为什么会这样呢？嗯，发生了什么事情？好，把它调一下。好耶，我把它改掉了，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等下再来打个雅姿推荐。雅姿不是睡觉吗？对啊，雅姿你要睡觉了吗？还是雅姿你要跟我们一起聊个天？好了好了，对，我刚刚那个 BGM 发生了什么事？毛毛乖乖过来给小米吹，对，我的毛毛还没吹，我再晾干一下，这样我等一下吹很快。这样我等一下毛毛会吹的比较快。一下子就干了，我就小米，你这海报右边那个一周年快乐是凉凉委托的图。我想要添这个惠师妈妈的那个推特给你们看，可是我要找一下。主播一周年快乐，感谢剩下面，晚上好。你跟我说你要去找个大秘宝，你也会信的。看起来是航海王吗？我要去挖宝，没有啦，大秘宝一定是在这个胸口上的，一定是夹在这个缝中间的这个缝。我觉得这个奶子画的比我好，好太多了，好香哦。哦等下放太大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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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小一点。有，你也找到了，你也找到了。推特最近限流，对啊，推特最近好像说限流欸，哈，那个发文都没人看得到。你们还是追随一下我的 IG 好了。这个大咪宝，找到这个大咪宝了吗？啊，右边那个其实是我之前有本来要画一个自己的手机封面，然后我画到很无助，我就把我的图拿去给 AI 算。然后 AI 就把我的图改成这样，我就哦，那我还继续画吗？我觉得 AI 画的比我好太多了，可恶啊！真是的，但是他的颜色，头发颜色跑掉了，但没关系，我可以接受。我是个不排斥 AI 的人。早安，飞人瑞飞动物，早安！你来看我的大咪宝吗？不是，我们现在讲布灵布灵，就讲大咪宝啊。感谢兔娜娜的关注，晚上好。哦，好想看小米开画图台，你想看我开画图台？真假的？这个可以哦，这个许愿可以哦，这可以哦，我可以开画图台。你听到 AI 词？哦，对，右边这张图是 AI， 就是我自己先画了一张底图，然后再去给 AI 算。因为我本来的底图画一画，我觉得哦，我画得很无足，长发短发好的，换个头发，好耶，可以变妹妹头啊！哎呀，
我们妹妹头的时候是不是要？我是不是要装温柔一点？我需要吗？我们都认识一年了，你们还需要那个温柔的米西亚吗？还需要吗？欸，他们刚刚说要回顾我这一年干了什么，欸，那从我的 YT 打开来，可能会有点，我这是自爆吧？温柔大姐姐，没错，没错，长发的我就是个。没有，我们还是依然是混沌，混沌海阔鱼，我们都是爱族混沌跟混沌呐，啊。我就是爱欺负你们啊，怎么办？但是你们好像也很爱被我欺负啊。我来看看我的那个啦，我的那张图到底去哪了？我是不是觉得之前自己画太丑，所以删掉了？怎么会这样？我找不到我的那个订阅的那张图的奶奶，订阅图的奶奶找不到啊，怎么会？右边好像，右边其实是就是右边其实是我自己画图，然后又叫 AI 算了，右边一定香了 ，AI 很强啊。豆见海阔鱼，夜夜晚上好。左边的是。梁梁伟的一周年快乐图，我是真的蛮快乐的，感谢你们大家今天的揪团。你昨天用 AI 大量算了你人设奶 up 的照片，哈哈哈哈哈哈 ，iCup 到底多大 ？iCup， 那你 iCup 很大哎，欸。很大哎，欸！我来推一下雅姿的台。雅姿是个会讲日文的可爱小哥哥。我这样推到了吗？嘿嘿。所以大米宝也是 AI 吗？右边这张是右边这张，这张是 AI 后置的。然后左边这张是委托的，左边这张是。是会师画的，只是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奶子而已，所以才放出来的。粉色魅魔，我先追一下粉色魅魔，可以，我先追一下，先追起来啊，哪次不追的嘛，对吧？合理吧？哪次不追？一定追。啊，雅姿有揪团的讯息，洗太快没注意到。不会啦，我有注意到。没有，刚刚我还那个前面还有一团累累脂肪组织的揪团，所以我就先打了他的推荐。你们刚好连在一起揪了，太感谢了。你只是想知道你的衣服有几种可以的变化。嘎嘎，累累脂肪组织。晚上好，累累脂肪。欸，为什么我会打结？累累脂肪。哎呀，晚上好啊！我来回追一下，累累出发，巴巴巴拉巴啊！来看看哦，哦，原来是打英雄联盟的妹子吗？是妹子吗？哦。等一下，我晚点再投看，我晚点再投低。IG 限动疯狂放，你说那个你的那个 I 的奶吗？给甩到自己脸上太狠了吧？不行，我等一下要来开始追随的各位，你各位的 IG 跟你各位的东东各种东东啊！我先，大雷浪达。大雷浪达，我来看看。蛋包饭，晚上好，蛋包饭，好久不见啊。没事，你帮我滴哦，滴台都交给你了，怎么行？我好想要到处滴滴，一滴两滴三滴，一滴汁两滴汁三滴汁，通通都有我的小宝贝。啊，还敢乱讲话？
都已经一年了，一年了，然后就乱讲话越来越严重了，好爽哦！我就搞不懂，我这么常乱讲话，你们还能接受？好久不见，一周年快乐！真的耶，大猫饭，好久不见啊、哦！因为半夜推特突然限制流量，所以之后不太放推特。推特限制流量到底是限制什么啊？限制流量的意思是限制你发文的次数吗？其实我没有认真的去看那个推特限制流量的文章，就是没有认真去看看他的东东。我没有认真看，可以给我一个懒人包吗？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啊啊！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这去年一整年都在干嘛？哦，我可以跟着你们一起自爆一下，让你们体验一下米西绿茶的声音。每日推特用量限制如下：看推文限制1000则。啊！啊！限发4500，哪尼？每天随便玩奶子就超过500啊！太狠了，这真的太狠了。米西可以绿，可以红，也可以奶的，一定是选奶的吧？绿跟红是什么啦？可以绿，可以红是什么？你推特都放层级二限定图，欸，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其实开了一年啦，我还不知道层级一、层级二、层级差是什么，不，层级三，我刚刚为什么讲差？哦，想乱插，糟糕，糟糟糟，有点坏坏，怎么会这样乱插呢？层级差，我的娘娘娘娘娘。真是的，层级越高就有一些限定图片可以设定。欸，要在哪设定啊？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欸。是那个会有2只海阔鱼，就是在设了不同的层级的部分吗？应该是的吧，应该是的吧。你在 DC 就设了不同层级，可以看到分类权限，真的假的？还有这东西哦！啊，我都给人家看光光，完蛋哦！是不是怕被学起来啊？啊，我都给人家看光光，请尽量多看一点，这样子的吗？看奶奶就是层级，不是，你太多奶图了吧？好扯，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到处都是奶图吗？我怎么找不到我的那个订阅图的那个图啊？这被我删掉了，可能我之前觉得我自己画太丑，可能是真的觉得自己画太丑了啊啊！怎么会这样呢？喵喵，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哦。呵呵，看奶奶就是曾经看包包就是啊，还有包包，还有包包这回事，你怎么这么狠呢、啊？我来看看哦。来开台主接受你的围开车你知道我能接受的开车可是很大的，我们本来就是个开车台啊，本来就是个开大车的台啊，车子必须开，车速必须快，哪次不抱怨哪次不开车，没错的吧？该开的就是得开，
吐司啊，吐司，吐司，吐司，晚上好。感谢太妃啊，我也超爱你的，我也超爱你的，太妃啊。神圣罗马帝国，哎，这不行哎，这个不行哎，这个罗马帝国不行哎，感觉有点哑巴耶。这个罗马帝国不太行呢，我们不可以罗，太危险了，这样太危险。而且他不止自己开，他连别的牌台都可以一起喷飞，那是意外啦，那个是意外啦，那个我不小心喷飞你们台是意外啦，我不是故意的啦，哦。真是的，这个，哎呀，这是之前订阅图的那个奶奶长在这，等一下我把右边的字擦，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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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什么时候一起联动？可以呀、啊！啊，等一下我的耳朵掉了。哦，你的分类里放了，哦，这样子的吗？射射到外太空，太狠了。那个啊，什么时候可以一起联动？可以啊，只要跟我约时间，我们就可以一起联动。真的，你要先提早跟我约时间。你被 ban 的记录不是色色，而是误会的霸凌。哪你谁霸凌你？谁这么坏坏？你这样，我484也要画个一周年贺图给你。哦，你也要画吗？但是我其实觉得你画我这个也很可爱耶。等一下，我找一下。芋头的图，我也想要今天放出来。哦，今天好多图哦，突然间，芋头这个图也很可爱耶。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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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到哪了？啊啊啊啊！我收到哪了？啊！我又把东西乱收了啦。哦哟。哎、欸，真是的，我怎么又把东西乱收了？啊，我的荧幕，不然乱讲别台奶太小，你文字贴图几乎都是啊，原来是这样。又水一关，那下次画给你就是你800追或1000追的时候，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你最近画图太久了，你有点，我觉得鱼头最近这样一直画很累耶。我其实蛮担心你的，我其实蛮担心鱼头画太多会累累，因为有时候你一直画不休息，真的会让人很担心，会很累。呜呜，等一下我找不到图呢，我是很关心你们的好吗？让我找一下哦。是什么改变了你碧蓝航线吗？哦，那我要给你喝白色的乌龙茶。哎呀，鱼头这张也很可爱耶。哎呀，不是碧蓝档案啊，居然是碧蓝档案吗？不是碧蓝之海吗？原来不是碧蓝之海吗？哦耶！我的版面越来越多，我的呀呀呀呀！编辑，1 1 1 2，啊！感谢塔西夏的关注，晚上好！感谢塔西夏的关注啊，晚上好啊！我刚刚差点念成塔西亚，安娜塔西亚，
塔塔，塔塔晚上好。我是谁？不是阿鱼头，我可是一直以来都很关心你各位的啊。虽然我还是会叫你们下地狱前先帮我买，要记得帮我买地。虽然我常常跟你们说下地狱前要帮我买地，但是我还是很爱你们跟关心你们的，你要知道欸。关键字场加入哦，好，我把这个关键字复制起来，放在我的记事本里。哎呦，看一下哦，碧蓝之海是什么？没错，碧蓝之海那个我其实很想学。塔塔，台主同意被二创吗？可以啊，二创可以的啊。这算二创吗？二创的定义在哪？二创就是再画一次吗？可以啊。没关系，很多人叫你塔西啊。对啊，欸，我以前其实很爱看那个安娜塔西啊，真假公主。对，安娜塔西啊。那以前那个真假公主其实蛮好看的。皇女你好。哦，不要再开人家名字玩笑啦，就跟我的那个西雅一喊就要12个西雅一样。塔西夏，塔塔。能点火的乌龙茶吗？一定是能点火的乌龙茶吗？怎么想都是能点火的乌龙茶吧。某天成为公主啊！某天成为公主，那个也是塔西亚吗？十八二创可以啊。如果你要二创我的十八，我有那个，我在放，我再开一个频道给你放，可以吧？我可以，我那个推特也有那个18禁的 take， 但会很多吗？哦，太狠了，好色可以啦，我是 OK 的。刚听到什么喊什么啦？你要喊哪里啦？哦，这样乱喊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呢，我不小心就湿了。97%酒精的白开水，确实欸。一定要的吧，乌龙茶一定是97%都是那个可以点火的部分吧，生命之水吧。WD 会兴奋，确实，这男人绝对会兴奋的。哇，欸，其实我今天本来要打那个欸，后事欸，结果就聊天聊太晚了，不要晚点，只能跟小伙伴玩其他游戏了，因为范晴她一点不能打后事。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哎，我先把这个收起来了，我先把这个收起来，然后再让我 lonely 一下，我要吹个毛，让我吹个毛啊！你各位，我的毛毛还没有吹，其实我刚刚是很慌张的开了台，因为我的1周年时间快到了，所以这样打我的吗？你1周年刚刚时间快到，我就很慌忙的开了台，然后就不小心跟各位聊到现在。其实我要吹头发，我的毛还没吹，不是吹了1个小时，是还没吹呀、啊。其实是哎呀，这样子是我的吗？不可以啦，我吹一下啦，让我吹一下啦，我吹一下我的毛毛啊，娘，吹一下啦，是的，我很快啊。吹一下。
哦，哇哦！等一下，给我吸，深呼吸吗？这个吸吗？不是哎、欸，这个吸哎、欸，我不是啊，我刚去吹毛毛啦，我刚刚去吹毛毛了。突然你们要换这么多东西了吗？还是你要吹？不是吹不是这样，吹是，不会吹啦，酷啊！突然吹毛毛，没错。把刀送一晚上好，把刀送一晚上好啊！你要睡觉了，晚安啦、啊。嘎嘎，需要喝纸好啊，喝水。塔塔会不会很困惑？突然吹毛毛，不是那个吹毛毛啊，那个毛不是要吹，绝对是。还是希望你各位把毛毛剃干净的好吗？不是，要吹还是那个毛要吹，不要有毛比较好吧？还是希望你各位那个毛毛不要让人吃到毛毛啊！对不起啊！米西今天吃什么？你今天吃豆酱马铃薯泥加威灵顿牛排。哈，肉酱马铃薯泥加威灵顿牛排，为什么那么爽啊？吐司啊，怎么这么快乐啊？我今天吃什么？我今天晚餐吃便当，我今天吃那个叉烧便当。哦，突然超弱了，你那个威灵顿牛排是怎么回事？我也想要，我也好想吃威灵顿牛排呀、啊。可以寄一份吗？可以空递到我家吗？我给你我家的那个阳台花茶茶，你记得开飞机空投一下。BNC 晚上好 ，BNC 晚上好啊，哈，认识很久了呢 ，BNC 晚上好。啊，台主看哆啦 A 梦吗？我都看哆啦 B 梦。看，我会看啦。哆啦 A 梦有看，送一问号。头发不要太长，比较好吹干。主播是这个意思。确实，不要太长啦，不然很容易那个风吹一下就吃到头发，然后又吹不干啊，对的吧？上面钢丝球，那有戴牙套才会有钢丝球的问题吧？我自己是没有戴牙套啦，戴牙套会讲话会，等下不然是戴牙套，我不知道，我觉得戴牙套感觉很痛欸。今天交易所聚会，你被受邀，好爽哦！什么交易所这么快乐？跟爱丽丝打鱼啊，毛毛梳不开，他是故意的啦，他根本没有要梳毛毛，他其实是被雷打到了。等等，空投被截胡，还可以空投截胡，那么我舔个包就被射脸，不是啊？等一下，我刚刚讲话有点省略很多，我是说我拿个空投就被人家揍，居居，你都看魔法阿嬷，我要把你阿嬷卖掉，可是如果你们跟我说要把我阿嬷卖掉，那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能把我阿嬷卖掉的人不简单啊！我阿嬷都已经在奶粉罐里了。哦，等一下，我又在开阿嬷玩笑了，我好坏。阿嬷都在奶粉罐里了。等一下我们换个房间好了。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房间比较……啊，等一下我这都有那个保护色哎。停止消费我的阿嬷吗？停止消费我的阿嬷吗？撒旦要来带走你了，没事啊，他如果带走你，你记得啊，你们真的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们下地狱了，绝对要帮那个米主播买一块地，因为我绝对会下地狱。你们如果比我早先下地狱，绝对要先把我买地好吗？各位，我们在这里拉拉手打勾勾好吗？绝对要帮我买地，我要大地，而且那个
那个，你各位，如果我提早下去，你们一定要烧给我那个肌肉猛汉，我要12个，每个星座都各一个，我要管家。谢谢各位，我已经许完愿了。爱因斯坦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给雷电一下，你不知道吗？我还真不知道啊，他就是突然被雷打到吧，超鬼的。晚上你会怕错奶粉吗？你说怕装错奶粉吗？哦，我倒是蛮怕的，可是又有点既期待又害怕，又想要尝尝奶奶的味道，怎么办？那个不知道喝起来好不好喝吼？是蛇蛇欸，没错，这上面有蛇蛇，还有我的小宠物，好多好多房间，确实欸。就以前弄的比较多房间啊，每次清明都先帮自己烧一栋纸房，欸，我也觉得可以，欸，先烧再说吧。等下会不会被那个啊？我们如果先烧纸房子下去啊，会不会被地下的说，欸，你那个土地没有使用权呐，你没有买土地呀？那个房子吼，直接被政府铲平了。那地下政府直接铲平你的房子，所以那个房子都被没收了。所以，对啊，感觉被侵占欸。对啊，啊对啊，你那个先烧你那个房子吼，感觉会被占领欸，真是的。恶意囤房欸，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工山小啊？那个，安诺呢？我也，你要知道我开台。大部分时间，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公三小呢，啊，好爽啊！我就是不知道我在公三。其实我每次回去翻 BOD，我都觉得，again，我到底在公三小？我怎么可以一直在讲这种屁话？为什么你们可以一直听我讲屁话啦？哦，真的是，所以我能开到这样一年，我也是很开心欸。我这样一直跟你们荼毒，每天荼毒你们，然后一直讲屁话，对你们讲屁话，那你们还是这么爱我，我真的是太开心了。你二创完毕太快了吧？有像吗？我的特征很难抓你。阿嬷帮手恶意囤房哦，那我要先跟阿嬷打好关系，我跟他说。欸，阿嬷，你都被烧下去了吼！那个，我再烧几栋房子啊，留一栋给我就好了啦。声音好听，居然是声音好听吗？那你，我就问你啊，慈母，我就问你啊，我平常讲话的这个声音你比较喜欢，还是你喜欢绿茶婊的声音？你有没有听过我的 YT 的绿茶婊啊？没事啊，如果没听过的话，我们等一下来放一下啦。因为刚刚我们就大爸爸说。我们来回顾一下，是吗？是这个结论吗？哎呀，你的二创是另类的，哪一种另类？是那个超能起司的那一种吗？超能起司我也是挺喜欢的啦。你也在想啊，烧那个纸扎屋，它怎么会出现在下面？瞬间出现还是从空中砸下？这样每年烧就可以用房子砸死一堆鬼了，他们死掉。你这个太地狱了，不是鱼头，让他们死两次是在哭啊？你是在哭啊？那个烧下去，让他们砸下去再死两次，你这真的，你这会下地狱再下地狱，你也要死两次，你这个真的不行。哎，是小哥哥安安，1周年快乐，感谢小哥哥，小哥哥，我要给你看这个。等下，我要在这个房间也放那个图图，我要在这个房间也放那个图图。哎，对，我现在桌子上可以用新种的这一只，属于我的芋头画的小公仔吗？我的小型的我，好可爱，我很喜欢。会一直爱你的，我也爱你啊，我也会一直爱你啊，可以的吧？反正迟早要下去，不如趁现在。多说点下去，地位说不定会高一点。
一下去就有身份啊，这个人就是讲太多屁话，讲太多垃圾话啊，他是个地狱仔，然后一下去段位就超高，直接空降，还敢在那边还玩那种什么啊，偷偷丢人家橡皮擦吗？哼，小儿科，我都直接丢小男孩。等一下，好坏，等一下。我 DC 会师的作品，因为没有 R18 区，所以不知道丢哪。好，等一下 ，R18 区是不是我现在新增？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设权限。等一下我看一下，晚点再把它锁起来吧。R18 区是要怎么？为什么它只有一只脚？它有两只脚啦，脚收在后面啦。好诶、欸，好诶、欸，两只超能骑士的米西亚斗剑图吗？哦，那是真的很狠诶、欸！超能骑士米夏，会是 R18 区？我要怎么像小哥哥设定那样子限制年龄才能点开这个频道啊？我要怎么设定那个东东啊？我怎么新增到两个了？有这么雷的吗？不行诶、欸！我怎么这么雷啊？等一下，我会不会不小心删错东东？得了，你不会直接叫小哥哥弄？小哥哥可以帮我弄吗？小哥哥可以弄一下我吗？哦，谢谢小哥哥，我爱你。这样子的吗？这样够吗？你是哪个频道？下面那个？哦，不是，上面那个，下面那个，哪个频道？那个房子出现的方式就是个谜。那、啊、不然我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哎，我的耳朵呢？我还叭叭叭。那个房子，我们是那个纸扎屋烧的房子，我觉得它应该是凭空慢慢用粒子的呈现方式出现的，然后大家就会赶快跑。所以其实地狱现在挤满人了，然后房子塞满的时候，应该是用灵魂构成的吧？感谢若雨鼠的关注，晚上好！感谢凉凉的揪团了，晚上好，凉凉啊，凉凉来带你们降落突袭啊，太突袭了吧！好，等一下，谁的下面？一定是小哥哥的下面啊！等一下啦，我先哦。啊，我的频道在哪呢？我这里在这边标一下小哥哥好了。还是你是在问我说要放在哪个频道分类的下面？就是会师的那边吧，会师集在这的频道，然后让我来帮你弄出来一下。感谢九团呐、啊，凉凉啊。哦，我要在这个房间再把那个图放出来一次，但是我现在又不知道我收到哪去了。哦，我今天真的是很混沌呢，今天超混乱的。大家安安，晚上好，初见安安，初见安安，这边是开台一年的海阔鱼了。哦，我开台一年，我是不是老米呀、啊？开了一年了呢，我已经可以当个老米了。哇，再把这个放上来。等一下我们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的 YT。欸，想当年那个还肯温柔对待你们的米主播。哦，天哪、啊、太狠了。今天这里可以寻找大米宝，没错，大米宝。哎呀。祝你这个月突破1000追，然后我们挑战谁先突破10000追就来弄本子。10000追就弄本子吗？一定可以的吧，一定 SI 的吧。10000追弄本子可以啦，来啦，我们就在这里插旗啊。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插旗啊，插起来。老米试图。哪 R18 本本，没错，来啊。来10000追的话就出本本是吧？居然凉凉都这样说了，
我们当然这个棋一定插好吗？我们一定用力的给它插下去。但这个月要突破1000追，我觉得不容易耶。我的粉丝人数可是涨得非常慢的啊！感谢 Riri， 真念 Riri 吗 ？Riri 216的关注，晚上好。偷偷告诉你，这张图的会师妈妈在偷看台。好、哦。妈妈，我爱你，我很喜欢你，你是第一个有画我的绘师，感谢你。你的本子肯定是楠楠自己上自己吧？那肯定没有在乱讲话的吧？哪次跟你开玩笑的，对不对，亮亮？哪次开玩笑的啊？道歉啦，我跟米，你说我跟凉凉吗？吼、哦，那个一定是我比较大吧？那这样凉凉很可怜呢、欸，你要先冷静呢、欸。我觉得凉凉跟自己会比较快乐诶、欸。他，你知道自己总是比较懂自己身体哪里比较敏感，合理吧？自己来总是比较舒服的吧？就两个凉凉互相，一定要的吧？谢谢喜欢偷看被发现了，我不止哦，你偷看那我一定追随你，我一定要追随一下，居然你都出来了，很喜欢，你看这个奶奶布灵布灵，是玉米妈妈，1周年快乐，好的嘞，好的好的。真的是一年了，好久，开台一年，所以那个28呢，肯定是我处理一下，我看一下哦，哎，谁加我好友？所以那个28呢，我来放一下好了，天地频道18+，我们先在这里新增一个18好了，不知不觉就一年了，真的耶，真的不知不觉就一年了。感谢这世界上最废的废物的关注，晚上好啊，晚上好啊，没事啦，不废啦。变个颜色，什么颜色呢？你要换什么颜色呢？粉色，白白粉，黑黑，黑黑。还是要恶魔粉色好耶、欸、我们换了一个粉色，居然28，对，就是这样。哎、欸，这个房间也设定有问题耶、欸！哎、欸，我这个房间怎么回事啊？哎呦，变得像 AI 那张28会画得很开心，真的假的？连玉米妈妈都喜欢画28吗？爱上自己，洛基爱上自己，一定是水仙呐、啊，一定是水仙花。你点进去怎么没有28这样提醒？因为我不会设那个。那个这边征求一个灰色的来啦，芋头，我们给我的哦，原来有人设了吗？不错，很棒，谢谢。原来蛇蛇灰色，原来是不是傻笑？不是会啊，好扯，我好廉价，我原来我是飞机杯。出来了，白痴哦！我有时候真担心你们米粉珍珠晚上好。那个珍珠，我今天在给 DC 的身份组的时候，发现你没有领身份，所以我又给你一个小伙伴身份，应该是都可以看得到了。哎呀，
哦，你害我差点爆眼啦！哦，注意你的发言。对，米歇粉丝叫什么？叫小伙伴哦，是我的小伙伴们，因为我都跟粉丝玩在一起，我都跟聊天室们玩在一起，所以我的聊天室就是我的伙伴，没错，聊天室就是我的小伙伴，最爱你们了，就是喜欢跟你们一起玩。好色哦，什么好色？哪里色了？等一下，没有啦。霸凌小敏的人，我也这么觉得诶，我也这么觉得诶，我都聊天室。你以为是什么色情米粉之类的？你说米粉吗？其实也没有固定叫法，小伙伴是我当初早期取的，因为我当初只是想说来跟大家交个朋友啦，然后后面就跑吃了米宝啊、米粉啊。大米宝、小米宝啊！哦，小雨，小雨感晚上好，1周年快乐！我有收到1周年的快乐了。我们不是你泄欲的工具吗？确实诶，确实诶，每次欺负你们，我都觉得很快乐诶，怎么办？但是我好像比较常被欺负诶，我 我是来自己满足那个。M 属性的需求是不是？等下我点不到那个图片呐！哎呀，哎呀，我要让黑黑的可以去啊？怎么是这个房间？啊，怎么是这个房间？我们，但这我的房间都没整理耶，怎么会这样？我们房间都没有整理耶，怎么会这样呢？房间太多了，没错，房间太多了，房间都没整理，搞什么东西啊？哦，就跟我自己的房间一模一样，房间都没整理。棉花糖募集中，棉花糖一直都是募集着的。哼哼，张蕊啊，给哈，更何话卡梗啊，给哈个一人有一台了，好啊，接下来个一人，我开海也要开海了。好厉害嘞！海哥，呀个呀个个个个个哈，那个我觉得黑哥太靠黑了，也好也很好累了，应该是要累了啊，这个也好卡，也要有好有一个个好的，海哥，我的好的海哥，可是有发现我的华哥哥一点了。其他都是外面啦，是盖有人去外面啦。我说还一个给我一个，他是其他地方都是外面。可以了啦，好像可以了啦，可以了吧？可以了吧？我的房间很大，玩累了可以直接睡觉。我可以给你们看看这个房间。这房间比之前的啊，我撞到麦克风了啊！这个房间比之前的房间大很多，对，这个房间比之前的大的比较多了，就飞机来了哈，不是啦，怎么这样？哎呀，哎呀，又撞我，又撞我，怎么这样？啊，其实你们是不是没有音效啊？啊，不早说。早说嘛！等一下，我忘了开背景的音效了啦！你们要早说啊！啊，我今天很混乱呢，要早说啊！真是的，刚 BGM 太大声关，对啊！那你们刚刚换那个音效，怎么都没有跟我说没有音效啊？真是的，哦，你们真是的。不早说 啊！奇怪，就这样单纯的听我在那边乱乱叫就爽了是吗？娘 早安三五，早安呢、啊？早安早安，你可以提供飞机哦，让我放台上，反正你自己没挂过，不要啦，不要啦，太尴尬了吧？然后人家说这，哎呀，这样撞的嘛？然后人家说这个。这还过于吼，这还过于怎么这样？这只还过于怪怪的呢。
少。谁要笨？你看到一个酷酷的忠诚点数可以按，你想被奔是不是？你就是想要被我射在墙上。哈哈，嘿。哦，弗雷多，没想到你有这种嗜好，我来射你，我用力射一下哈，你忍一下哈，我很大，我需要挤一下才能把你射出去哈。来来来来来，啊不是我打错啦。我要打到推荐，啊不是，住手！我来了，我用力哈。哎呀，啊不是，无法暂时禁言使用者，为什么？为什么？等，我刷都洗不到。哎，为什么你要跟我抢啊？我要射他嘞！哦，刚边我和助手一起。换横向野战，哎，吓到我！等一下我的音效开太大声，对不对？哎呀，真是的，坏！他删了啊，是删了那个哦。等一下，你叫我怎么找啦？哭啊！为什么是删了？过了一周年就出飞机杯，有点扯。我也觉得不行嘞，不可以耶。为什么要删？哎，是要，这是 Ben 啊，哎，不对，这是 Ben， 那是 Ben 啊！等一下，我 Ben 了两次啦，哭啊！等一下啦，这样子会不会变1200秒啊？这是买一送一吗？我们那个换了 Ben 这样买一送一的吗？弗雷多，啊，弗雷多被往墙壁里狂射呢。阿信晚上好。阿信啊，晚上好啊，恭喜一周年飞机杯笔筒尽责的 mod。 不行啊，我要奔他耶、就是、我要主动，我要自己来了，我要帮他抠出来了，这样子人家换才会有快乐的感觉吧。多一倍价格不变，确实欸。试 AI 我的皮套你的人设设定，这样的吗？套得出来吗？我怕我太大套不了啊。你是可以套开，如果你想套的话。多了一倍价格不变，没错，买一送一。很色的大姐姐。很色的大姐姐，谁很色？你说兔娜娜吗？还是我？我对你们来说是大姐姐吗？也很大吧，可以的吧？嗯哼嗯哼 ，Pretty Woman， 我来看一下哦，这张图，等一下我不要。不要在这，图比较大。你说图比较大吗？我图还比我自己大吗？哎、欸，其实我这个待机画面好像长得比较清楚一点。啊，算了，那换房间。大咪宝就喜欢大咪宝，哎、欸、喂、欸、喂，就喜欢这个大咪宝是吧？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我们今天是要把那个去年一年干了什么怪事情来回顾一下一年前的我是吧？今天是要回顾一下一年前的我是吗？哦，好像很狠耶，这是要什么公开处刑吗？可以这样吗？回顾一年前的。一年前的我吗？哎呀，不是很想要点开呢。哎呦，有点可怕呢。回顾啊，就后庭，然后后庭，然后后庭嘛，各种后庭嘛，各种进入后庭。我感觉那个我的 YT 很多很多，还是快乐青涩的我。破西晚上好，晚上好啊！
但是季节换季了，没错哎，现在夏天很白啊。欸，我要把那个土图放在隔壁，放在这个位置，没错。我要把这个土图放在旁边。那我们来改一下标题哈。哦，好可怕哦！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回顾啊，我的心脏，这是什么自爆日？太可怕了吧！啊，那也塞不？这样真的行吗？这样真的可以吗？你们就想要听听那个绿茶？哎呀，太可怕了！你们还是来玩《绝命精神病院》好了。哦，波西也不喜欢那个绿茶的我吗？啊，你突然想到什么呢？哎呦，好诶，回顾，等等啊，我可以先等你，然后哦，我不是很想面对这个我。还有这个我跟这个我，还有这个我，这个阴影我，我不是很想要面对呢。嗯，看看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可是先画图呢啊，这个是我的 1.0 皮，没错。你想给大家看很厉害的米主播。屁话，还敢讲屁话啊，米主播？哦，对不起，我是屁话人，但对他妈狗是真心的。屁话，哼，但对他妈狗是真心的，确实啊，屁话人真心的。哦，居然是这个吗？这个还好啦，还没爆眼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屁话人的，对吧？太真心了，就是这样，不是啊？不要看呐、啊，不要啦，你们冷静哎、欸，给他妈都知道我这样会很害羞哎、欸，这样我太害羞了，他妈狗那个哦。我怕我不止我手掌湿，他妈狗也会手湿湿。人家在打砖，你还让他手湿湿？不要看呐、啊！为什么要逼我去看？为什么让我看到我那个在边讲屁话在爆炎？你一直以为海龟鱼的屁股跟嘴巴是同源器官同一个吗？不是吧？应该不一样吧？我们那个屁屁在下面啊。逐日晚上好，大鹏晚上好，报道晚上好啊，晚上好，好东西要分享。那你看过这个了没？哎，不对，我先跟你们讲，我其实这是 2.0 的皮啊， 1.0 我在做 1.0 皮的时候， 1.0 皮其实是没有腿的，那时候画风跟现在画风差很多啊。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来回顾一下黑历史们，来回顾一下黑历史哈。我们现在就是来回顾黑历史时间哈。期待 3.0， 没错，我们再过不久就要开始启动 3.0 计划了。哦，不对，已经在做了。我的 3.0 其实已经画完了， 3.0 其实已经画完了。但是我还没有建模，我要找时间建模。好，感谢，这是你知道的，没错。坑多的自己进我们的 DC 看，没错。
更多的就进来 DC 里看。哎呀哎呀，我都讲屁话吗？看要打脸自己了，我确实都在讲屁话啦。我就是个屁话人，你居然说同源器官的部分吗？你好坏！哎呀，哎呦，我看一下哦，那我有个旧版的米西亚的资料夹，它在哪呢？我是不想要放那个旧版米西亚讲话的声音给你们听啊，那这太可怕了。有贴图可以玩了，尽量玩，这些贴图都是自己画的，尽量玩呐、啊。我来看一看，哦，这是临时找，我们这是算是什么、啊、临时企划吗？突然间就跑出来，就很突然，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干了些什么。哇，但是我找不到我的图诶，怎么会这样？旧版的米西亚。展示图，哎，抓不进来。这是我以前 1.0 的样子，1.0 没有腿。你们看一下，好厉害，自己画的，没错， 1.0 跟 2.0 都自己画的。看看这个差别。我们一周年就是要回顾一下之前自己干了什么。以前的米西亚没有那么，这什么布灵布灵吗？布灵布灵，你是说奶子没有那么布灵布灵吗？还是 1.0 比较大？确实哎、欸，一点等一下哦，你们真的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哦，等一下我把，这是一个回顾日吗？哎呦，这是 1.0 的我。没有脚诶，没错，以前 1.0 就是很贯彻我的海阔鱼，很贯彻海阔鱼人设，所以下半节是一个没有脚的状况。没错，你先去睡了。好的，莎莎晚安。眼睛好大，确实 1.0 的时候，那时候我比较喜欢美式风格，就是美式的感觉。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那个，对，不受控制吗？这也算不受控制吧 ,1.0 的我是不受控制的我吧。哭啊，怪怪的。然后 2.0, 因为那时候没有腿嘛，那个风格也不是比较大众嘛，所以我就画了 2.0。因为 1.0 的我太有特色了，为了赢球大众喜好口味，就在做了 2.0， 也好想做，于是做了。公主闯天关，你说那个，你说画风吗？公主闯天关我没有看完欸，其实老实说，公主闯天关吼。是个好片片，但是我没看完。嗯嗯 ,3D。颜色比较不显眼，确实欸。就是我其实用色比较沉一点。讲到这部主播会生气。梦跟我一起看剧看到知道我看什么会生气、欸、怎么会这样。1.0 是纯种海阔鱼吗？没错欸 ,1.0 只是刚上岸不久的海阔鱼。上岸的时候还上岸还不久，你看这个尾巴很长。看我现在尾巴。现在尾巴可是长这样的。是上岸不久的我。3.0 会飞吗？海阔鱼应该是不会飞啦 ,3.0 不会飞啦。3.0 不会飞啦，你们怎么会想要让它飞？
然后跟猫咪结合吗？哦，3.0应该要有一个彩虹呕吐吧？我是这么想要的啦。只要我建模建得出来，它就会有一个彩虹呕吐，我会很快乐。我这批很忠诚欸，尾巴变海葵了，哈？不会劈腿？等一下，我这皮很忠诚的，不会劈腿吗？啊啊！可是这个奶子可以分，会更平。哎、欸，你们是在哭啊？居然是觉得会更平吗？因为一点哦，对我1.0那时候一直被说太大了，人家看到的第一句话就说好大哦。等一下，本次蛋大，好大哦。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可以说一点，太大了是不是？一直被看到太大了，太大了。嗯嗯嗯嗯，请问我们米主播是不是把肉分给腿了？确实，那个要长脚还是得长一点肉的吧？那应该是褒义吧？嗯，我也不清楚啦，我觉得我现在的大小很刚好啊，还是你们喜欢原本的大小 ?1.0 的大小，你们就喜欢这么大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大小很刚好啊，就是可以，还算可以掌握吧，还算可以掌握吧。你喜欢找大咪宝，你就想要去找大咪宝是吧？就想要找大咪宝，真是的。本次蛋大，居然是本次蛋大。看看这个 1.0 的发型跟现在的发型，以前是妹妹头啊。来看这个耳朵旁边的，以前还有白色的边边，可以吧？过于直男，太过于直男了吗？好的形象呢？后面调很久欸，可以吧？我们以前的米主播声音怎么这么娇羞清楚？那个声音啊，我放这张动图就是不想要给你们听，我就是不想要放那个教学的米主播的声音给你们听，你知道吗？我放那个教学就是因为我不想要给不是我放那个动图就是因为我不想要给你们听到那个听到那个教学的我的声音那个你怎么去翻了那个教学啦你想听好我们今天就是没在怕的好吗我们要勇于面对以前的自己是吗清楚性迷宝啊真是的，就是要听是吧？来，我们没在怕的好吗？我们就是放出来嘛，好了，给你们听了，给你们听了。对不起，米主播，可是你做的很棒。AI 产生了内衣设计师要失业，确实哎。你这店的关键都放 OK 的 OK 羞耻 play 好今天就是要羞耻 play 对哦那个拍教学我的文的我一年前啊哦等一下一年前的我讲话是这个样子的 Hello 啊这边是米西亚的重点整理啊等一下不要！等一下，这怎么太羞耻了吧？这什么？这是谁呀？他妈的！
果不想看文字的话，我这边。这太危险了，这个比这个比我的早安晚安还要羞耻欸，这东西我以为没有人会看欸，其实我以为我的那个，其实我本来以为我这个教学是没有人要看的，主播还好吗？我是不是应该要放个心率上来给你们看看？我现在心跳超快的，我真的不想面对以前的我。你会看？为什么会看呢？我是不是今天应该要放我的心率装置上来？等一下，我戴一下了。白痴哦！我怎么看这个东西？真的，这个一周年，这个一周年，哇！那个早期的老观众，其实现在应该都跑得差不多了，因为以前的我是这个样子的。哎呀，你要我看一下我的心率啊？嗯，搞什么东西？好了，我们把心率放上来啦。你就要选没？真的，主播的教学很细，有兴趣可以自己找。你就不贴网址啊？是真的，是这个是真的蛮细的吗？应该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找不到眼睛左右反转的教学，我很生气啊。然后我自己摸出来之后，我就直接怒拍了这个教学影片，因为我找不到反转教学。你要向全世界播发这段希望的影像，什么东西呀？女主播今天会熬夜吗？可以看看，我们开完这个一周年之后就我会先关台，再看大家不要玩游戏。弗雷回来，没错，弗雷回来了。啊，你就要学妹，你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个声音的教学啦？你怎么能忍受得了这个声音的教学啦？啊！好了，我们就把它听完好吗？为什么不行？特色呢？天哪，我的天哪！温柔点容易听，边用讲的跟你们说。一开始眼睛做完所有的动作之后啊，这是谁？你们把它复制，复制的时候啊，会一同出现位置调整变形器。这是谁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等一下我把旁边裁掉好了。是米主播的教学啊，好可怕哦！早知道我不要跟你们说，别不怕你们了，还敢玩这个，还敢回顾啊，还敢回顾啊，手都在抖了。没人陪你熬，你要睡了，你是要工作，现在想熬夜弄，还是睡醒了再弄？我可以陪你熬一下吗？我明天早上9点半要跟博西一起开台，这个东西很重要，如果他没出现了，那这个眼睛就失败了。你们现在来看到参数，他复制之后啊，为什么要这么温柔的教学啊？这个参数啊，他这女人会长成第二张图这样子，他们都会在右眼，可以看到右眼上面现在很多黄色点点，黄色点点，把滑鼠移到黄色点点这边，压一下就会出现左边这个。选择反转调整跟变，那我们这边选择跟变。你要熬到9点半吗？不行，
更变之后它会出现更改参数，不过现在比较色，把它更改去左眼。左眼如果是右眼开关的话，我们就改成左眼开关。最后调整完会变成这张。你为什么要全部黄色点点都会到左眼开关跟左眼微笑这边？接下来我们就把眼睛右键反转。为什么要加那个爱心？拖动眼睛的时候啊，一定要拖这个红色圈圈，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位置调整变形器。太爱心了吧？太反转，为什么要加？你就完成了。对，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对，不要，不要。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不过，闭嘴女人，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询问我，就会尽力回答的。如果想听其他教学，或是其他东西，怪怪的，也很欢迎你们留言跟我说。我是米西亚，谢谢你的观看，谢谢你的观看啊，真是谢谢你的观看啊，来询问我。真是谢谢你的观看哦，我那个真的是每一句后面都有爱心呢。请问在讲右边的时候一定要加爱心吗？右边爱心 ，kira kira， 谢谢米老师的教学。我是不是不要加爱心？天哪！哦哦，不是啦，不是啦。为什么要加爱心啊？那个爱心那个做教学的我真的是充满着热忱，充满着爱啊！可以换下一步啦。今天要录一段给明年二周年的女主播，那个明年二周年的女主播啊，一周年的影片真的是再拿出来看还是会很崩溃。哦天哪，幸好你没有黑历史影片，应该吧。我跟你说，夸夸也好，鼓励的也好，你要加油，你的心态要健康。哦天哪，好危险好危险，这个一周年。那个啦，其实我本来也想要删，我本来想要把我关于那个 1.0 的皮啊 ,1.0 的所有黑历史都删掉，其实我删了一半你知道吗？我删了全部，就只留这一个。那个啊，我的以前的影片啊只留这个，因为它是教学影片，所以你要看到我 1.0 的皮跟那个 1.0 的声音跟我刚开台的声音只剩这一个。只剩这个，这个教学的我是刚开台的我，没错，就是那是我刚开台的声音啦。那个我真的很抱歉，以前刚开始追随我的各位老观众们，都是被我骗进来的，我爱你们。心跳平稳了，没错，那个我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我现在无所畏惧了，我不怕，我可以准备好了，就帮我剪，是这样的吗？超多人按赞，真假的？这很多人按赞吗？不知道哎、欸，这一周年一年的我是怎么回事？哦，这个这，大家就喜欢这种温柔系教学是不是？再听一次。Hello， 这边是米西亚的重点整理小教室。重点为什么要叫小教室啊？闭嘴，闭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个重点整理小教室，先走开，米西亚，走开，米西亚。Kim 老师，晚上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喜欢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就喜欢那个温柔型的我？那个
那个到后面吼，后面我这个混沌的走向吼，完全不想跟你演了吼。那个老观众都不见了耶，我的老观众都不见了。他们就喜欢那个很温柔的我，然后又不怎么开车，开车还会害羞，就啊，怎么可以这样啦？哦，你好坏哦，怎么这样子？哦，并没。那时候的我拜拜。鱼头，我们去哪个 DC？ 你要去哪个 DC？ 鱼头，我也要熬夜。没有啦，晚点吧。晚点我应该还是，我关了台之后我应该会打个转。我们再见。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迷迷音音啦。这怎么可以这样啊？会害你被 ban。怎么可以这样啦、啊？我这样真的会 ban 呢、欸，这样真的很坏。然后现在就是一个，现在就是一个啊，这个不会被 ban 啦、啊，这样啦、啊，没在怕的啦。1.0 的时候还是安全驾驶，确实哎、欸，真的 1.0 真的还是一个安全驾驶。然后这个早安、午安、晚安跟晚安的我啊，是他其实是。他其实是我之前在经营推特的时候，偶尔会半夜睡不着就发的语音啊，就是那个推特刚新出那个语音的时候。早安啊，你有睡得好吗？别再赖床了，该起床了。午安啊，快要晚上了。是谁啊？你想到你快回来了。我就好开心哦！谁快回来了啊？这样你又能来陪陪我了。而且这系列不知道怎么观看的次数很多，发生了什么事？我陪你，直到你睡着为止，好吗？别害怕了，有我在你身边，有我在你身边呢。你怎么还没睡啊？是不是在等一下一起睡觉呢？下次不许你再这么晚睡。下次不许你再这么晚睡。我们一起睡觉好吗？晚安啦，祝你有一个好梦哦。好诶、欸，闭嘴，闭嘴，闭嘴 ！YT 的米，晚安啊，米主播，闭嘴，闭嘴啦，闭嘴！你有双重奏。没事啊，咪讲我们都有这种转变，中之人换人虽然很少见，但还是有的。我没有换的、啊，哇呀咪呀咪，没有啦，我没有换人好吗？你听蛮多次的，但就是为了模仿念给我听的啊，居然会是为了模仿吗？我已经被这一系列爆破很多，但其实我最怕的是我的教学。然后结果刚刚凉凉居然点名要我播我这个教学，真是的。凉凉你很会点呢，其实我最怕的是我这个教学被点名哎。我真的是很怕这个教学。太狠了，我切跟我自己，不是啊。出门注意安全，现在是不让你睡，没错，出门要注意安全呢、啊。那你会遇到飙速的我、啊。中之人换人，没有换人，没有啦。前中之人有自己人生规划，不是啊？那个中之人已经不想再装了、啊，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反正我只是个人式的海阔鱼，对吧？反正我也只是个人式的海阔鱼，会有性格的转变跟心态转变是 OK 的吧？你有一个可以让我鞭尸的惩罚游戏，你会想死掉的那种。把你的，我在我的台把你卖掉，这是什么？哎，不是，这是什么？我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打开了？我好像，我是不是那个画面直接跑出来，直接把你卖掉？
那什么东西？啊，这个吗？内内，我跟你讲，内内，你现在不是答应过要带人家出去玩的吗？等一下，我现在是，我现在啊，我不小心点开了，我不小心把你卖掉了。啊，不好意思，凉，我才刚说不卖掉，我才刚说不卖掉呀。欸，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不小心的。驾驶车龄增加，确实不小心的啦，不小心的啦，真的。哦，后面很糟糕，真假的，好想听哦，好想听完哦，怎么办？可是我现在那个喇叭那个会收到啦，我等一下晚点再看呢，真的是不小心的啦。海葵可以分裂再生，所以性转也挺正常的，确实，所以我性转也是挺正常的嘛。你可以关掉直播声音。五分钟后再回来，没事啊，我晚点再听呢。这边提醒蜜家要记得早点睡，或是干脆不要睡啊。对耶，我们明天9点半有精神病院台，没错，明天9点半。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哎，等一下，这是什么？为什么这里有一个1.0的我啊？不要检举我。不要检举我，这不是，对啊，这太害，不是，这是怎样啊？这个太害羞了吧？那时候有个人转盘让你惩罚，昭告对话，我也是可以转盘。等一下，我这个，方明啊，不是，方明，你别，这样他绝对逃不出去，其他人逃走没问题，我。那个妹子不行，留下来陪我。明天被警察敲门，有一些奇怪的发言。这时候的我还在，这时候的我还在怕奇怪的发言欸，都会这样。没有人。哦。这时候的我还担心奇怪的发言，难道难道我是个棒子就不行吗？啊，我对凤敏好像啊，那、啊、我想要一个。啊！我的妈！想要抓到一个人这么难的吗？我连打到人都很难打。我到底？你别走！你别走！不是，为什么这个你别走？你别走！你就是我今天睡觉的希望了。你别走！那个，棒。那个女别走后面还要有爱心耶，哭啊！你叫你的小伙伴来给我夹，快点！叫你的小伙伴来。以前很想要说怪怪的东西，但又很害怕。叫你的小伙伴过来，快点！我没有夹子了，我只有两个哦，好可怜哦。你的小伙伴呢？快点、哦！我自己夹到，傻鬼！我为什么可以夹到我自己啊？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小伙伴，小伙伴，你干什么？小伙伴啊！你别跑！我看到了，好容易！哎，他怎么不见了？怎么？哪安呢？哎、欸，这个讯炮倒是永远没有变呢、欸。这个讯炮、一直以来都没变呢、欸。为什么？叫大声一点！叫大声一点！有叫。现在咪讲你别走，肯定真的病，肯定真的是病了。我需要你的小伙伴。
以前那个很压抑，很压抑的那个声音好像蛮病的、欸、我看到你抖了，我看到你抖了，用力，用力的、啊、小伙伴，过来，啊、好的，声一点，你过来，过来、啊啊，我就等你这一下，我就等你这一下了。哦，我看到你抖了。我今天有希望了，可以了。什么东西？好的，好的，起来。你得下去，不要挣扎了，不要挣扎了，不要挣扎了，不要。着急。着急。我再等你这一下，你别走啦！你那个一直跑过来给我骂狗狗，狗狗们来，狗狗们过来。它还剩多久啊？这个你去捡它。这个以前的我真的是每一句话后面都有。你怎么站起来了？你怎么可以站起来？过来，来喽！不要哎、欸！我要捶你。不是，哎、欸，刚刚那个叫声怎么回事啊？别走了、不是，我平常会这样叫声吗？我今天达成目标，我已经敲到一个了。站起来了，拜拜。有一点零版本的狗狗吗？没救了。有一点零版本的狗狗吗？应该没有吧？一点零的我应该不会叫狗狗、欸我要把你关在我的神秘小房间。那一点零，一点零的我应该不会叫你们狗狗。一点零的我应该会说：“啊，你真的想要、哦、这次角色突然好容易、啊，想要我这样说吗？不行啦，这样子太坏了。哦啊哦、不行，那个一点零版本的我应该是会这样讲、欸。哎，哎呀，哦，有没有人要去救他？灾难、欸，居然是回顾，没错。”这是鞭策哎、欸，那个 1.0 版本的我讲话怎么样都带着娇羞感哎、欸，怎么会这样？好可怕！你的小伙伴不来啊，我看到你了。我们刚刚已经回顾了一次我的教学文，那个教学文有点。你干什么？你看。